哦嗨哟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冬瓜 and 苦瓜。为什么冬瓜要说苦瓜呢？就是因为今天这一集，冬瓜要来极限三傻的惩罚哈。这些东西真的是不好买，说真的，真的是不好买。苦瓜、苦茶、黄连粉。好，那冬瓜，等一下先把这些东西处理一下，因为苦瓜我不想要生吃，冬瓜想要煮过再吃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再回来吧。好，冬瓜已经准备好了。你们不要小看这一块小小的苦瓜，它非常的苦。不知道为什么我刚刚有试吃一块，我就觉得啊，这超苦的。然后这是黄连粉，这是刚刚的苦茶，没错。我们先把苦瓜放在苦茶里面浸泡一下，翻滚喽，苦瓜！哇，它变成两块哎，那我可不可以只吃一块啊？然后再加黄连粉，然后要笑着吃完，是不是？来，我们沾黄连粉。我们沾咯，我们确实有沾咯，我们要吃下这个恐怖的东西，来吧，我们吃了。嗯，苦瓜加黄连粉，好好吃哦。呜呜呜。我真的是用我的生命在拍影片呢。好，再见啦。不知道单喝苦茶什么味道？哎呀！